这也没地儿放了，这个呀。你别放那个呀，你放这个呀。啊、这个呀。对呀。贴上啊。对呗。好，贴上。哎哎哎哎，啊，往哪儿贴呀？那谁能看着了啊？大姐，今儿是咱爸咱妈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，你得把它贴个显眼点的地方啊。哦，贴那儿不显眼，那贴哪儿显眼？哎，贴你脑门显眼。你要把我定这儿啊，还贴我脑门，我再给你逛两下呗。就得把你定这儿，省你瞎指挥。你们两口子就会动嘴不动手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是爸妈这么大喜的日子，你们家那最能白活的干啥去了？嘘，暂时保密，一会儿肯定给你个大大的惊喜。哎哎哎，别光说我，今儿咱爸咱妈这么大的日子，你家那个最能干的干啥去了？嘘，暂时保密，一会儿给你个大大的惊喜。你少来！哎，这玩意儿放大姐二姐 啊，干啥呢？这是贴喜字儿，快快快，放下放下，干啥呀？你放那儿。咋的？咱爸咱妈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们这能弄些什么东西？太土了吧！谁说这日子就得贴喜字是吧？就是啊，咋的了？哎呀妈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一点创意都没有，太 low 了。啥意思啊？你不 low， 你有啥创意啊？就是啊，必须必呀、啊！王小倩上人来了！哎呦我的天呀！爱神敲笔客，土豪来祝贺，祝愿有情人天天。这么热闹，上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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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，怎么回事啊？妈呀！哎哎，干啥？干嘛？不是哎，你们都跑这儿打猎来了都？这是什么？总算是射完了。嘣！哎，这还一箭呢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？我这是给你来祝贺。你这不是祝贺，你领来了一群刺客。这也是什么玩意儿？爸，哎，这不是什么玩意儿，这是你老姑娘的创意。你呀，这就。哎呦，邻居们都在这儿呢。我岳父岳母的宝石婚，哎，哟，哎呦，我们家今天不一样啊，来了几位珍禽异兽。王小倩，啊，你是不是个大尾巴鹰？谁谁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大尾巴鹰。啊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哎，这不对呀、啊！啊，这么重要的宝石婚礼啊，我大姐夫呢？你哎呀，他忙、啊。哟，他忙，这么重要的时候他还忙。嗯，当然了，一家俩女婿不能个个都有本事，就我一个就行了。不是，不是白说的啊，有惊喜，爸，有惊喜。什么惊喜？您等着。啊，大师，您请亮个相吧。跑这倒垃圾来了，你！哎呦，给大师！哎呦，给大师！别把大师吓着啊！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我们大伙儿共同瞻仰。哎哎，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，著名的大师，诸葛亮的后人，诸葛登。大家好，我是诸葛登。哎呀妈呀！活的呀，当然是活的了啊！山人心静如水。大家好，我是诸葛登，欢迎来到辽宁卫视《欢乐范米六》。耶！我是个著名的策划大师。哦，我这能耐谁教的呢？谁呀？不是从诸葛亮那传下来的。那我们先人，辽宁卫视啊，有档特火的节目啊，叫《老梁观世界》。哦，知道知道，老梁教的。老梁是我诸葛登的师傅，他叫老梁。你，我叫老登。哎呀，欢迎老登！哎呀，老登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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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大师啊，哎，钱总你好，这是我岳父。谁呀？哎，这，那长得挺意外，这都是我们家人。哦，今天是我岳父岳母的这个保释婚嘛？四十年。哎，都专门把您请来。啊，您看您是不是跟他们谈一谈您的策划呀？哦，好好，来鼓掌，鼓掌。大家知道，你看我这身打扮啊，我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研究比较深的人。对对对，咱们中国古代的先贤呢，孔子、孟子都对传统文化有精辟的定位。没错，孔子曰：“传统最可贵。”孟子曰：“怎么说的？”孔子说的对。根本我没听过有这么句话。所以，您这个保释婚呢，我要给策划呀。咱得按传统老理来。好，你想啊，你这40多年前，你家也没钱，对，老李那些仪式啊，穷啊，弄不起，根本就没办法。咱把这老李恢复一下，你比方说你这新郎官啊，穿着您这身衣服，新娘呢，凤冠霞帔，恢复过去传统的模样，然后呢，第一道仪式卖火盆，把这火点起来，旁边搁马鞍子，过了之后呢，咬一口苹果。说你两口子这生活呀，红红火火，平平安安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你好，不是，大师，我得跟您说明一下，我这人您看出来腿短，我怕跨那火盆的时候人没跨过去，先坐火盆里。对，我们那火呀，也不那么点着，我们往里兑酒精。没意思，这根本就不行，这招不行。这叫什么？见人就矫情。嫁人就这么着，这么着，你不按着来也可以。对，后边按老理儿，就是那个拜天地啊，入洞房啊，掀盖头那个。哎，我这里头有特色。哦，现场呢，我派我的儿子，诸葛二灯啊，这还有二灯。这诸葛二灯呢，到这个婚礼现场啊，给你打一段板子助兴，那词儿相当好。那是什么词儿？我先听听。你听着啊，来的巧，我来的妙。老饭头成家我来到，那么前面铜锣开着道，后边抬着八抬轿，那么抬进门，伴娘过来搀新人，倒红毡倒喜毡，那么一倒倒在喜桌前，那么一对喜蜡分左右，一对香炉摆中间，那么拜霸地，那么拜霸天，那么拜霸天地拜祖先，拜霸祖先拜高堂，夫妻对拜入洞房。好，别忙，关键时候到了，后两句掀开盖头看女眷，一脸的胡子真难看。我老伴是老头子，还一脸胡子。不是，我见着你老伴刮胡子了。这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这也不行啊。但是您这前面不是我这策划，这都不合适。不合适。您看，见人多矫情。那是您同志多毛啊！您再我想呀，再给想想。你这么着吧，咱们现在看的真人秀节目里头啊。两口子经常秀恩爱，这样，我也让你们这两口子呀，寻找一下过去甜蜜的感觉，咱也秀秀恩爱。这好，这个还是传统那套仪式。您呢，新郎官的衣服，新娘凤冠霞帔，您背着他。我背着他。不光背着他呀，你俩得互动。还有互动？有互动。怎么互动？这个，你比方说，你老伴在你后背上啊，他得来一句，得唱着来。他怎么唱呢？相公啊。那我呢？大嫂啊，咱试试来。相公啊，大嫂啊，相公啊，大嫂啊，相公啊，大嫂大嫂大嫂啊，我的大嫂啊，我猪八戒，这是个呆子。你这什么？你不是这策划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，还不好。见人多矫情。还有没有别的创意？但是您再想想，这是逼着我拿压箱底儿的东西。哎，大伙儿都知道我这老邓什么？我这策划大师啊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。咱们加点儿啊，更有文化传统的东西。哎，越有文化。哎，咱们中国文化传统里有那对联儿，今儿就根据你这保释婚呢，咱们加上一副喜联儿。这有文化品位。这好。这喜联儿啊，上联是天增岁月，人增寿。下联是春满乾坤，福满门。这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大哥，对呀，这个您这个一点都不新鲜啊！我4岁的时候就听过这个。这不过年时候听。不是，不新鲜是不新鲜，到我手它就新鲜。那怎么能新鲜呢？我就改俩字儿，就能让它焕然一新，你信吗？是吗？哎，你听我改的啊。上联是
天增岁月，这人增寿，人有的是啊。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对，就可你家来，就可你们的爸爸妈妈来，咱叫天增岁月，妈增寿。哎，好，美好的祝愿，好好好，吉祥。下联呢是，下联是春满乾坤，上联有一个妈，这下联也得对得上啊。对呀，听我这副联啊，上联，上联，天增岁月。妈增寿，下联配春满乾坤，爹满门啊！你这长什么玩意儿？你看缺爹呀？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大哥？这是跟着他走。不是这个多一个鼓掌红爷子。别起哄了，你那个大师腿脚不灵便，你现在让他走，他也走不了啊。什么大师？赶紧走，赶紧走。不是啊？哎。一群没有文化的人，不跟你们玩了，再见。见人多矫情。走了？什么呀？哎呀！没给钱呢，您没给工钱呢？连推车的都是雇的，这什么大师啊？这是这爸爸爸，您这有点太矫情。我千方我爹满门了，我还矫情？你们家满门都是爹？不是，我是千方百计花巨资请来的大师，你给气跑了。你这种大师，我根本就不想见。不是，我这都你别不想见了，不是爸。爸，行了，看见没有？就想见他。行了吧，这么大的日子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不是忙吗？是你忙，大伙都知道你忙，小区就不能缺了他一分钟。哎，缺了他一分钟，垃圾就能堆积成山；缺了他一分钟，哎，车就得出不去进不来；缺了他一分钟，我们小区的流浪猫都不知道下几窝了都。爸，爸，哎，我跟您说啊，我带来您最想见的人了。都谁来了？这样，您闭眼。哎，来，来，上。恭喜啊！恭喜！哎呀，来了！哎呦，欢迎！哎呦，谢谢！哎呀呀，谢谢！哎呦，孟大爷，我是代表物业，还有整个小区的住户，祝您二老保时婚快乐，身体健康！谢谢。来认识我吧，嫂子。啊，嫂子好。哎呦，我的。哎呦，我们这来给你祝贺来了，李春平。对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一晃都结婚40年了。是，哎，想当年咱们在一起搞创作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你年轻漂亮，现在那头都没了啊。你还有吗？啊，我也没了。赶上好时候了，赶上咱们就得好好活着。好好，大伙不认识吧？这是当年我们文化馆的李馆长啊。对，李馆长领着我们搞出好多好节目，上过咱们市的春节晚会啊。哎，对，是吗？太棒了。哎，今晚不许走啊，不走，谁也不许走。对，咱们今天好好庆祝庆祝。好，大明儿子，哎，你快来请客，快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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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，谢谢您，高兴了吧？哎，高兴不高兴？我跟你要像我高兴特别容易啊。你就是别让我看见那老王，我就高兴。我来了，我呀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你愿意我来，我来；你不愿意我来，我也得来。因为人家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来吗？你们家才出大事儿！你看他说话呢。哎，你看那精英这么大个身子，这么点个小心眼啊！你不就是怕我和人家老米那样吗？我跟你说，真要那个，我年轻时就和他那个了，对不对呀？对吧？我跟你说，不用有压力，我现在有人儿。有啊，有人儿，有心上人了。谁呀？大伙儿想见吗？老范大哥。王姨嘛，哎呀，你们俩，老范大哥，恭喜！谢。王姨，哎，刚才王叔说你们俩现在，这是，哎呀，别听他瞎说，拔下还没一撇呢。哦，哎，你不是说对我印象特别好吗？哎呀，
你敬我孙子，我当然对你印象好了。但是要是那啥，咱也不能王康就是菜，张二龙替就是包子呀。我还自作多情了，你看。哎，老潘大哥，此时此刻最想见谁呀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一大早他们就把他妈给接走了，你们把他鼓到哪儿去了？老潘大哥啊，你得平复平复你的小心脏，有点精神准备。我把大嫂啊打扮的可漂亮了。是吗？哎，你爸这事儿可不行，让你妈看见不把他踹了。没事，你留准备用。大明，大明，哎，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来，你穿点。哎呀，来了，爸爸，走吧，接着。你看，人是一壶马色，你等办完你再看看。哎呀，这好这玩意儿！哎呀，快，走了！快，放！没谁了，没谁了！哎呦，我进不了！没谁了，是吗？这好哎，像歌王似的，像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把衣服穿的像。哎，亮个相吧！弄得黑。哎啊！我宣布啊，宝石婚典礼正式开始。第一项，有请新娘。你今天比我当年娶你的时候还漂亮。老公，今天比你当年娶我的时候还坏。哎呀，我这么坏，你还陪我过了40年。老伴儿啊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，我还愿意跟你过。白了，大清哥，大清哥，昏沉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如果庞大的回忆清。1、2、3，谢。